桥好好看、啊、哇，好多芒果，好多芒果呀，我的妈呀，这里有个芒果、啊、看到没有，这里是农林县腊蒙镇产业振兴核心示范区，芒果之乡临港寨，欢迎您。嘿，真的耶，这里有棵芒果树啊，这个是这种是这种青芒，好像这个是什么果子呀，这个果子没有见过啊，这个是啥果子啊，有没有见过的，这个果像猕猴桃，这是大的猕猴桃吗？哇，这里每家每户都有哎，我不想走了，我今天就在这住了，我在村子里面去转转，我看看这里这些画画的真好看，这不是芒果吗，一个美女背着一个芒果，还拿着一个芒果，她拿着的是个青芒果，背着的是个黄芒果耶，你们家有芒果卖吗？那些芒果还不熟啊，还没熟、嗯、哦，你们吃饭了吗阿姨？没有。没吃饭吗？没有。我饿了阿姨。我还没做饭啊。你还没煮啊，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、嗯，我今天晚上吃什么也还没有知道呢，还没有煮是吧？嗯，还没煮的。嗯，我想吃个饭。想吃顿饭。嗯。但是我还没做饭，现在我有点忙。你有点忙是不是？我帮你。嗯、我会杀，这个是鸭子还是杀鸡？鸭子。嗯。这里哪里可以买到芒果呀？这里的芒果是还没熟。还没熟是吧、嗯？哇，这里是芒果之乡，好多芒果呀！我过来看到，好。嗯你们从哪里来呀、啊、我是从四川过来的，我来旅游的，我就看到这里有芒果，我说过来看看哪里有卖。但是你要吃饭那里有饭店的。哦，那有饭店、啊、这里饭店我就想，我看着你做饭就好吃，我就想吃你做的。但是我有点忙，我还没做饭。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阿姨、啊、我刚好回来有点忙、嗯、这里有饭店的。好。嗯。啊、嗯。谢谢你哦，你种了这么多花呢。我到时候再给你吃的，但是我忙着，我还没做饭。我就是看到你忙，明天你们家要办酒是吧？办倒不办，我姑娘明天她说的要回来。哦，你姑娘要回来，哇、哦，这是妈妈的心哦。你姑娘要回来，说你要做好吃的哈，杀两个鸡呢。有两个鸭。两个鸭子啊？啊，两个鸭子，它的毛太难拔了。哎呀，我都流口水了，我都。今天晚上我们也不坐车，我姑娘明天回来。你姑娘明天回来？啊、你姑娘在哪里工作？她也不工作，她是在农村上。哦、嗯、哦，就是从娘家回来，就是从她嫁人了，从婆家回来哈。哎呀。是卖水果的。卖水果的。那你可以让你闺女加个我微信，到时候我找她买点水果。他是卖西瓜，卖西瓜，西瓜我最喜欢吃了。哎，到时候你不在了？哦，不在，我可以，我们可以网上留地址，可以发快递。这个可以的，但是他现在在明天回来，是吧？明天回来哈。嗯。这明天回来你就开始杀鸡杀鸭了，哎呀！那明天你这妈妈也太好了吧？明天我要干活啊。哦，你要干活，主要是种芒果是不是？啊，我要干农活啊。哦哦。明天我要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嗯、辛苦了，阿姨啊。我回去，我妈都不会给我杀鸡。会吗？我妈一天就知道打麻将。嗯。那走了，阿姨啊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哈。好好好，开心开心。嗯嗯。谢谢你了。嗯嗯，好。那这里有房子饭店的。哎，好，这是弄得挺规范的哈。看没有？哎呦，最美庭院，教育先丰富，孝道示范富，产业示范富。哎呀。这个地方肯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。哇、哦，好漂亮那个云哈，那天边出来的云彩，太美了吧这个云。没有人家了吗？还有没有人家呀？让我吃个饭咋的呀？稍微有个房子我都停下来了。跟这个风当吃个鲜花饼一样，吃个鲜花饼一样。嗯，四川。哎。没有人。嗯，这边可以打开。这边打不开啊。嗯，这边的话是有个柜子，我把它锁起来的。啊，锁起来。啊，好好。从四川出来多久了？嗯，两个月了。车子是你的吗？车子是我的，要不要看那个字儿？三台属于绵阳市，嗯、四川绵阳市，四川省。你不上班吗？平时？我这个就是工作。你们这个边境的这种检察员是不是都有长相要求啊？长得可帅了，我每个都要。没有啊，
我也是四川的。你也是四川的？四川哪里的？宜宾。宜宾啊！哎呀，老乡哎！你吃饭了吗？你们，你这里有工作餐没有？我已经吃过了。吃过了哈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哦，可以了吗？啊，拜拜啊，拜拜。怒江大桥，全长416。40米后掉头。哎，我走错了。掉头，随后。哎、我走错了，哎呀，我走错了，我要回去。我为什么会在？我看到他们走，我没有看导航。哎呀，我的天了，没事没事，咱们相当于来这个怒江大桥，咱们逛一圈，好不好？走错了，走错路了啊！掉个头，咱们又能找啥哥哥聊两句了。又回来啦，他们吃过饭了。你说我早点来的话。早点来的话，我就可以吃上饭了。结果我来晚了。右转进入230。小哥哥，我又回来了，我走错路了。我要去西藏，然后我刚刚看到他们都在排队，然后我都，要不加个微信吧。也是上班哈。好，先走了。还检查一下吗？你才过来的吗？啊，才过了，我走错路了。啊好，拜拜哈。嗯、啊，看看小哥的。小哥的行程给我发信息了没有？哦，发了，他已经到卤水市了，我看到他那还有多远。天哪，小哥离我还有90公里啊！今天晚上追上小哥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的？哇、哎，也太美了吧！300。哦哟，进城了，进城了啊！啊，太饿了，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发现。停下来，吃个鸡腿吧。太美了吧，这个云。这里是晚上的7:40，这边的云还是这么美。云南的云，马上就看哦，看到个灰鸡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这个灰鸡了没有？这个灰鸡看到没有？正好就拍到个灰鸡。